没这葫芦，我吃这个。这回我看见了，这里面有鸡蛋，不会再上当了吗？有人，这是梅菜拌饭。你选那个了，梅菜。这真的是梅菜扣饭。对，你确定啊？再给你扣上。邓辉就看你这么后悔了。你不吃，等会儿可别后悔。我能对没有扣饭后悔？哎呀，吃饭前先给自己冲一杯银耳羹。你就吃面呀？给你冲杯银耳羹不？我不喝。啊？你不喝，等会儿别问我要。看着跟着我怎么就感觉不爱喝这玩意儿一样？你看，随便一搅拌就好了，这不比之前那种要熬的银耳好多了。哦，该说不说，冲出来真挺香的。这么粘呀？这是出胶了，里边加的有藕粉，还有银耳，还有阿胶粉和胶原蛋白粉，没看到？哇，怎么样？不给你喝，抠手。这还是我自己买的。那人家家的老公怎么都知道帮人家买？那人家家的老婆也没有不给老公零花钱呢。你别笑，这还是没有蔗糖的，吃着也不甜。我在直播间买的时候，底下评论区都是，哎呀，这个我老婆怀孕了能吃吗？这个我老婆一天吃几次呀？那怎么就我就是自己买的呢？那怀孕到底能不能吃？你就是。哦，啊，这你别笑，我能吃。那你吃吧，可便宜了，才29块有两桶，还送杯勺呢。那桶500克能吃好久了。他今天听你了没有？你少来，他才多大呀？吃不吃？你得多吃点。还咽上了。现在让我吃啊？补补身体。你刚才跟我抢肉的时候，可不是这样呀。盯着都开灯了。哎，看你这么好，那肯定是不会跟我抢梅菜扣肉了。我的，我的，什么事？我的。